台东县地区农会兰屿超市历经几次台风重创，日前终于重建完工。新建的兰屿超市空间比以前宽广，商品种类增加。不过主人认为，就是少了兰屿在地的农特产品。我觉得农会是很好，但是它规划里面的那个都没有兰屿的特色的东西啊。因为这里不是台东啊，所以要有兰屿的特色。他去农会才知道说，哦，兰屿的农会好漂亮，还有兰屿的一些手工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伴手礼这样啊。主任建议应该增设在地农产销售平台，推广在地农特产品，为主人增加收益，改善主人生活品质。而台东地区农会表示，若主人有意愿，也欢迎加入行列。如果地区上的农特产品有需要农会这边来协助销售的，欢迎跟我们这边来接洽哈。那我们会提供相关的哦兰屿特产的一个专柜。那这个伴手区的一个规划，就是希望包括兰屿的农特产品，包括来自我们全台湾的农特产品，都能够在这里做一个一一的呈现。总干事表示，兰屿农会超市建筑有两层楼，一楼是贩售区域，二楼未来只将规划为农产品推广教育中心，将结合在地机关或民间团体共同合作发展农场推广，来促进兰屿产业发展。原视新闻，下面台视台东兰屿采访报道。